刚才我们看到了 JP 搭乘游轮来台的大陆观光客，预估至少带来5亿以上的商机。虽然绝大多数都会进到游轮公司和旅行社的口袋里，不过学者表示，如果起了带头作用，对已经低迷很久的大陆客市场将会有很大的帮助。去年开放陆客来台，人数虽然有成长，不过到一月过年也不到2万人，平均一天就只有624人，要达到一天3000人的目标，就看像这回游轮旅客的盛况能不能够再继续下去了。而现在呢，我们就一起来学一学游轮的手语要怎么比呢？首先，我们可以照单字比出游轮。粘贴邮票的动作是游，加上船的手语就是游轮。另外也可以比船很大很豪华，这样也是游轮。船大豪华，这样您学会了吗？